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光，是我们的麦块，我是光。今天我们是 Hyper 小游戏伺服器的这个Bounty Hunters，我不知道是什么，反正应该是鬼抓人。我记得有这个小游戏，扰乱六遍，消灭他，Don't kill me，要是 kill。我的目标是那个欸，OK，哦，被杀，什么？要杀什么目标吧？算没差了，反正我就尽量杀，这好像尽量杀的。他跟那个。白金，哎，快挂！臭外挂！蛮屌啊，看起来转头会杀人呢、欸。装四次，我名次掉好低哦，尽量一发就杀死一个人会比较好。好像目标 D 开头的，我不太会杀人，我名次怎么掉下去了？算了，没关系。我们目标到底在哪里啊？呵呵，easy。过来，让我看看。好啊！哎呦，十杀！干，对面有一个34杀，超慌张的，都觉得可能呢、啊。哎，哦，shit。23杀，23杀，不错，不错，不错，这战绩很好，努力了，努力了。嘿，Sniper bitch！哇塞，那个家伙真的很会杀哎，他超会转头的。OK，定了。对了，好啊。但我目标是他。弓要省着用，直到那个你要把握杀死那个人。
28，已经42了。不行，差点，差点，哦。OK。哎，第三名，耶！难得有个好玩游戏，哼哼哼，终于可以杀人了，至少我37杀，我好像杀目标，可是我被那个……哦，那这样子啊，因为这个游戏真的超级少人玩，所以我再玩一次。好了，就这样，感谢各位收看，我们下回再见喽，拜拜。